所以他们只要有人找我，我就做。我绝对佩服阿姨，因为现在的年代已经走到了，就越资深的演员啊，他只要有那个演技价值，以后人家还是需要你。对，所以你就是跟陈淑桦阿姨是一样的，跟梅芳阿姨是一样的被肯定啊。对，但是我就是我们自己要身体要保持得好。对，对，第二点就是要身体好才行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你要身体好，你记性才行。而且我们现在就是保留以前我们所有的东西，现在年轻人看不到，必须要有我们演员来才行。阿姨，你那时候年轻的时候也是在专业学出来的吗？我是国立艺专的。哦，那跟陈淑芳一样。他是高我4年。我是你的后辈。所以这些扎下的根基是非常重要的，国立台湾艺术大学。对对对。对不对？对啊。所以我现在还常跟刘颖章联络。我也很想念他，好像身体有点小状况，很想念他。这两天又是不舒服，又是摔了。哦，对。希望阿姨，大家更需要你帮我做。对不对？你一定很棒的，你做得好，我们都很有希望。对，希望他们会找我，我只要我能做，我一定做。呀、没有退休两个字。对，王满娇阿姨，你是唯一的中国小姐变成演员到现在。对，简直多少年了？60年。60年了，那你跟台视一样大，今年台视60周年。台视开幕那天的，我已经在台视了，我是从光子社出来的。我们也是从光子社出来的。哦，你想看他们怎么能跟我？这台戏他们60周年都没有找我。我懂，我懂你的意思。把我们忘记。对对对对。